五米十。内顶八厅，即句话作证啊。五米十，这个地厅，这个地叫做真地，真理。这个地叫做真地，这个地叫做无虚，无虚啊，叫做真实。来，三个解释。真地安尼解释，真地无虚真实，即句话怎样？哦，迄个地听有两个意思，来讲真实之意。你要发着真实的心来听，无意以心的心来听法，因心的心灭妄想心，欲以心灭妄想心来听法，是听法。即句话等于讲到足够，其实这咱嘛常在讲，尤其咱要听在生活内头，你若要用心来听，你先听。讲一个坦白，我哩爱上，我哩爱上，要讲大上话，其实，我哩爱上，而且安怎爱上我讲大上话，上少，因为老菩萨说，因贵人如是如是，你用阿不这物件听，你个讲到讲到，你个讲到讲到，哦，你个讲，伊听袂到，听袂到。但是，你的福德，就甲苏阿弥讲吼，你要听到我讲些物件哦。温和印度，温和含好其心，我要用印度时阵，印度时含好其心，用这物件来讲哦。你若我咧讲些物件，啊，你若我啊听物件去，无用真实的心来听，也袂用讲。迄个你咧听，有两种地方，叫做真实之意。你会发真实的心来听，不以以生灭心来听，因生灭心是妄想心，若以生灭妄想来听，法是听不闻。真听不闻，先说话的，伊免听就看无，伊个一心无二心，客人了发到因伊个心已经来个，唔是，咱只来听法。听听咧，啊，迄个讲了袂歹，啊，迄个讲了无好，啊，迄个讲了对唔对，啊，迄个讲了特别解释，啊，迄个讲了这物件，煞听听咧，煞一群人下底人来做主判、主判人，哦，其实，但是伊嘛安排了，但是咱一般对嘛，我伫咧讲物件，你着开始甲评判，你着开始咧甲我。用着你家己心的心，对的心，是非心，就开始看我这物件。我讲无够，你我都听听音，是不是？我讲无够，你听唔白，你就过来批判，但是这个这个生命性，大概是我一定要用一个清净心来听，这个清净话才解释这个无量。你若用着一个无量心，那安尼当中这道理要听到底拢明了。同意啊！所以呢，伊来讲真实，所以后壁一句话《楞严经》啦吼，《楞严经》有两句话。伊第一句话讲：逆向以言修听法，处法一言。言修就是攀岩六言，攀岩修就是什么修？《楞严经》啊，佛陀的一部经典叫做《楞严经》，这部经典有两句话。就会就是讲，逆定上意言心念法，处罚一言。你若用着迄个因缘所生发的心，什么叫做因缘？因缘唔是叫做因缘，叫做对应。咱今日，咱今日来吼，你家是一个因缘心法。因缘心法有一个有原则，有一个立场，这个因缘心法。比如阿母。过去才未结婚时阵有阿母，不过因缘生活了有阿母这样。但是有一日，那一个走了后，这个因缘就当然干啥呢？这叫做缘心缘灭。所以这个边啊，看到这个缘心，这种叫唔生活。
就是讲，你这个心法的内底当中有来有去，一切事事因缘拢是缘的心法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在听我这大心法，你若用因缘心来咧听法，用这个心的因缘心跟咱这个心的心来听法，那安尼当中你六根心含连就是心的法，就叫做色、声、用、味。触法六尘对不对？这六尘是因缘生法。那六尘拄着六根，发生六色啊。六根生六尘，发生六色啊。咁是安尼，六根啊，这个根本来是一根性哦，那叫做六根清净。咁是安尼，唔过你若拄着缘，就要清净啊。你拄缘了清净，目睭看到色，色耳孔听到声。色声香，鼻孔去闻到香，嘴去食到味，心去触化作心生发变，答案是啥？这个不是叫做电吗？这叫做六尘。但是这电内面当中，你六根，你本来一根清净了，你触到目睭看到色，就啥物啊？颜色的色了吼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。色色，哦，色，这个色就是眼色，眼就产生一个色，迄、那个色该说叫分别，分别意识，咱听无？迄、那个色叫分别，就刚才讲六根变六尘，啊，生就分别，分别是物件，这个是白，这个是白，这个是什么色？这个分别色，哦。耳孔去听到什么物件，听到声，安尼叫做耳识音色，耳啊所听出来迄个色分别，或者大声哦，即细声哦，你讲我听到，你讲我无听到，是不是叫做耳识？哦，眼耳鼻鼻啊，一鼻的拍，叫做相识，叫叫做哪样呢？鼻识，鼻啊，鼻啊，色。那平安的心就是分别，给定那个心就是分别，叫做眼力必色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，啊，以六根染六尘才有六识，道理是，这种叫做啥？这种叫眼心，这种叫做眼心，因为一根或者好，一根就是对对，就是一根，那。你大地道论，那我只讲只有一根性，啊，分类六合性，一根性就等于一根嘛。啊，这个一根啊，走到目睭来，啊，目睭就看；啊，走到耳孔来，啊，耳孔就听；啊，若走到鼻孔来，鼻孔就闻；啊，若走到嘴来呢，鼻孔就香；啊，走到嘴来就味，敢不是？啊，走到心来就看作。啊，若只这物件，这个根，这个意根爱串头前这个五，加迄个意根多六，那叫做一根性，啊，分为六合性，咱每一识心意在谈那性起，啊，其实六根只是一根的，那六根跟一根了，但是迄根若落去目睭来，伊就是青的，对不对？迄根若对耳孔来，你耳孔听，像我这个耳孔，我到我这里我怀。我耳孔较重，啊，迄个若对目睭，伊无做片仔咧，嘴无闭咧，你啊在这里都靠伊皮个啥物咧？啊，若对嘴咧闭咧，真正迄个鼻、迄个胃层、迄个胃室啊，真正食无。哦，这个手，你若甲抱住伊迄个、迄、那个假肢，假啊。你这心经若无走，你要到底过？接接黄接的黄接的听。哦。你个念这个听，他念这个听，是安尼讲，因为这经无走，这心经无走。嗯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你这心经这六根内底，本来你若恢复了一根清净，六根拢清净。安尼。啊，你唔免得多分别意识，所以色必定，定必定，所以来做讲，欲明转色为定，
转世成智，好，欢天应主那家的，你来这么做事，心里要利益对人，说在两边的台阶，你都是大病，所以呢，关个金牌不是贵，就按那金币是不够，然后你以旋转，你以酸性变化，出发的酸，以旋即旋转的心来调和。这个法也是跟着旋转，旋转心啊，是为了旋转心。我人坐车啊，我心头一直在胖，一直转。其实你伫车咧坐，我咧讲大实话，这个一心法。但是你的心你唔好好咧说，啊，你的心会了解咧。你的心随着你家己去咧旋转，去咧旋转，去咧旋转，去咧旋转。恁想要讲开关吼，打开这个开关。好，打开这个开关。我好了，我就当酝酿起。好，一拖上。啊，打开啊！我来出吼，去三分二手吼，我好阿爸怎么了？不，哈哈，啊，啊，就旋转心了喎。我咧听我。天不怪，外口咧落雨，寒心嘛咧落雨咧，妈妈厝内咧落雨咧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旋转心不一样。我坐车，哦，我坐路边坐边咧好，孙阿咧好，唔阿我喺路边咧好。你马上转得到你的家里，你马上做你个列嘴，列心啊，对着人级别咧好，阿咧好。这个旋转心不一样，有影咧。但讲出是非，但讲出不正能量话，咱虽然有不正能量话，开始在转，开始在转，开始在过，开始在过。咱我讲你呢，讲在不正能量的当中，你把它转成能量，你不会打。显然比你里面生根，所以你该用如若你以旋转心天王，持华一旋，今天给你不饱和的努力，把你要转，把你要转。你听我，所以人感觉就接着是啊，就是讲跟随着你家己思想去转。所以第五个第一听，分做呢第一个谛听的解说法，第二个叫做谛听的解说法。审书之意，心书之意，就叫做谛听。心思相信。书即思维，意思意思，意就是相信思维。听法爱详细，详详细细听讲。就是人教你听经，你爱诚实来听。人教你听法，你爱用你的意识来听。你不是用你的识来听意识的，你不是带咧听法来听法，不是这样。你用的这句话来分析这句话，人讲无够，你会得到更加大波够。迄叫做呐，心思维，思维，哦，你不够深的，叫一个思维，思维听。所以呢，在地图的那块话，这在地图的那话，啊，你在地图是怎话讲？伊讲，听者关心如较紧。一心如意，无疑中啦。拥有文化生欢喜，如是之人可以说。如是之人可以说，就是咧讲这个听法的人，可以含讲，这叫做谛听。谛听动念之说。这个谛听的意思讲，听者观心如合一。我伫这里讲，咱今日就到做啥？做好事。哦，你怎在继续？你怎在继续讲？哦，我听得不错。较早有一个迄个叫说山童子，恁听无？说山童子，因为当时，哦，迄当时离佛是不来千年前的当中来做事的，啊，叫做说山童子啊，迄是佛的位，他叫做这样有说山童子，做伊行到迄个山边去。就是魔煞，魔煞你听无？就是讲魔鬼啊，魔王。哦，啊，伊咧讲，伊咧讲的时阵啊，吼、哦，
迄句话怎讲？一句话上，我咧讲迄句，吼，不，什么心变变，意志变不弱啦，吼，哦，有这句话啦，吼，我头前迄句话怎啊？自行无常。啊？自行无常啦，是心正变化啦，心变变，意志变不弱啦，啊，自行无常。一切业拢是无常，这是一个生命法。伊讲个即句话，啊，即种你嘛当这个想，但是说实话，你行个，这下底个即句话，即句话哪是变？要求磨砂，我讲磨砂做咩？你把下底即句话当作讲话听，磨砂来讲话，对吧？但是我是蛮好做咩啊？我无在个讲啊，磨砂磨砂。你若讲即句话，若讲出来，看你有食饭到旁边哦。莫啥个讲，我咧食是咱老的血淋淋肉汤的肉啊。我唔是食咱老一般这个食物啦。说真话，做一个讲，莫啥，你若讲把后边句话讲出来，我好食。莫啥，细个老食物啦，听出几年，把你身边变我食。说到佛祖手里边，我说我向上天来认识。说到佛祖，我说到佛祖，我说会当把下底呼吸讲话听。我说到佛祖，这个血淋淋的肉，热腾腾的血，我变化无啥吃。就安尼尔，我说到身边便宜，这边有用，这句是重要哦。心必免疫，心必，迄是一个过程。迄它不就近的东西哦，心必免疫不就近的东西哦。你听好，这边为了只有肠道，没有肠壁，这倒是真正是好，这话你听无？但是磨砂讲出来，我说是必须刷一刮头。磨砂变成天蝎，发个烫。化成天神啊！我看，你可以说真话做起啊！真正出位，把生命变化掉。你看吼，人个意见，伊讲安怎？人生活百岁，不如听一句话。这句话去解脱，下当人生我活一百岁，不如我听一句话去解脱。这句话是成语啊，我讲袂起啊。我当听一句话，就是当解脱。我活一百岁，拢比活。我若这句话听会入耳，我得解脱，我就放下解脱。我一百年输一个，听一句解脱到。咱今日去，听来心法，真正你听会入耳了后，咱今日去，真正无枉费着咱修个修持啦，听一句，这是足重要物件。所以呢，那么一心入于语中，一心无二心，入于无语中。利益用来在变化，快乐来在办哪条？办地图变清净。好，用于文化三万字。我听到这个话，生欢喜的。那按这个人来讲，如是做的人可以说，这个人会使讲，但是我要听。好，所以这人讲呢，如是做的人可以说，就是在讲这个听法可以含讲，而且叫做地听，地听都为你说，就个意思。已经有教了，无教你听这物件听无啦。后壁继续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弥陀三宝三昧心。今日咱阿弟分讲完了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弥陀三宝三昧心，是我提供了，唔不讲了，伊讲讲，你一定要听我意思。你咧问讲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弥陀三宝三昧心，好。在这段话内底当中，我毕竟也说明一下啦吼。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咱早头我讲过，尤其是金刚经法会上内底当中，讲到善男子、善女人啦吼，这种是一个意境。虽然伊了有出家，但是这拢是一个有意境的修道。在金刚经法会上内底当中，会当看到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所以，本人当中伊个素质就有无二，有无相。
哦，人叫做清净法，把清净论引入到上层国。我哩善啊，做善我哩，离金刚经好诶上化解当中，嘛是一个意境真凡诶人。啊，这个人，因为善做善论，伊要发着无上正定正觉诶心，哦，这个分而清净说，但实相诶说，叫做是说而不说。讲，这边的实相，它这个的这理体完全发展的妙用，不能用嘴来讲，要去参悟。所以这个地方当中等于没有说。所以佛显然做显露你，你拢已经发着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你有真心不能安住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要安怎去安住这个心。那阿弥陀佛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遐有其心。你们问我，你大家拢要发起个无上正定正觉心啊！我阿弥陀佛，三宝殿啊，你一群人啊，但是个当中呢，你唔知要安怎发起个清净无量的心，要安怎才安住会了？你问我这个问题啊，我今日就是要讲，就是讲。真心不能安住，妄心不能幸福。你叫我跟你讲幸福的方法，应如是幸福一生。而且咱我代表讲吼，如是安住真心，如是幸福妄心。什么叫做如是？当然我先有一个解释啦吼。第一种的如是，就是咧讲分的三种解释：天理、心分一如。无不开始，迄、那个如就是讲实相，迄、那个如就是讲本性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第四分内底当中，佛答娑婆提讲，娑婆提菩萨但应如所告诸。菩萨这个菩萨哦，菩萨但应如。这句话告诉我，这句话，你这个菩萨，你爱发这个叫做实相。所以你看金刚经这段话，你会看得清，你这个菩萨啊，没这个实相，这个实相的道理，你没这个道理。这个用这个如来告诉、来安住你这个菩萨。用心如来安住这个菩萨，所以叫做心无一如，我不该是这个道理。不说净的实相的理体，并无净当相，所以实相的理体是如如不动。我们流浪生死，实相理体嘛无点一点啊。哦，伊是如如不动，在相不净，在动不净，众生一佛。众生依佛是一如无二如，拢是真如实相，无不可思议，拢是一个实体，拢是一个实体。所以无二了啦吼，这咱两边讲啦吼，这咱两边讲啦吼，这个实体物件，这咱已经讲。第二如是，是伊就先来讲，咱毕竟发菩提心啊，真心不能安住，妄心不能安住嘛。你叫我这个佛。给恁讲一个方法，恁看我真。